How a pro gambler beats the casino. 08年的时候我是打最后一张牌，不是打这个 extraordinary， 百家乐八副牌416张，我把每一张牌都算完以后，打最后那张牌，我看到八跟九，不管在闲上还是庄上，八跟九我都是打 maximum。 比方说一个团队每个人存100万，去每个大赌场每个人都能打到75000，那到了那一手的时候全部都推满75000。